呵呵呵呵，爸，你这……喂，阿公，请问你在哪里？要吃饭了没啊？哦，很像一个蛋蛋冰淇淋呢。看，它一边是一半，它一边是黄色，它一边是绿色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这是两面蛋吗？其实它真正的身份是草莓。等一下，要捶个陀螺。陀螺？滚陀螺，它好像飞盘这样。听听，还哭的听，还哭的声音。这夜还未远的太多情，飞起到天明。爸爸，我要把这个用。一定不是我，这个一定不是我，怎么这么难吃啊？这个肉肉很难吃哎，老板，哇！洗完手才可以吃，哇！快去吃橘子，哇！阿爸，现在不要吃哦。我吃完了，哎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出来？没有洗干净。我我也给你关灯哦，因为你没有洗干净，对不对？你要戳到有泡泡啊，我都没有看到泡泡。有没有泡泡？呀，变白色啦！啊，咱冲冲干净。一定不是我，一定不是我，一定不是我，至少。